我的天哪，你知道这种羊了个羊变色盲盒吗？有人把它拆开，发现了透明小羊，阳光底下会变色。据说到了晚上12点，他们还会偷偷跑出来跳舞，太神奇了。哇塞，变色小羊还会跑出来跳舞，太可爱了，我也要买来玩玩。Later. 小伙伴们，羊了个羊变色盲盒搞回来啦，也就花了我这么多钱，嘿嘿，接不到吧。和视频里的一样，都是一小盒一小盒的。先来个宇航羊，拆开看看，两个东西，一把透明的剪刀，还有一个绿色的青菜，里面什么都没有了。这透明的剪刀就是变色公仔吧？再拆一个圣诞羊吧。哦，透明的南瓜和透明的剪刀，它们会变成什么颜色呢？用我的紫光灯来照一照，它和太阳光的原理是一样的。哦，变成了蓝色，好像变成紫色了，还是粉色呀？你们猜一下，这个会变成什么颜色呢？紫色。猜对了吗？哇哇哇！终于发现透明小羊了，它应该会变成白色吧？紫红色，也挺好看的。两只小羊跳舞不够气势，咱们继续找。已经全部拆完了，没想到拆出了这么多小公仔，还有25个透明小羊。哎，已经快晚上12点了，咱们静静的等待小羊出来跳舞吧。他们怎么没反应啊？我想起来了，要打灯。哇，每只小羊的颜色都不一样，他们真的跳舞了。咱们继续欣赏吧，喵。